什么事？说吧。哥，是不是你私自换了狭路胭脂的外包装？嗯，是啊。胭脂的包装和胭脂的品质一样重要，这直接会影响郎里春的声誉的。我只知道这昂贵的包装只是表面花哨，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。可你知不知道？ 就是因为你把外包装换成了次等包装，现在有几盒胭脂已经出现问题了，顾客对我们胭脂的品质产生了质疑。更换包装只会节约成本。我觉得普通的包装并不代表质量一定不好。再说，现在出现问题就一定是换包装导致的吗？哥，郎里春一向以品质服人，百年传承下来的，就是以精品高贵为风格。 你现在把外包装换成了次等的包装，顾客就会认为我们的胭脂是次等品。为了这点蝇头小利，影响郎里春的口碑，这根本就没有意义。蝇头小利，你口中的蝇头小利能比以前多挣一倍的钱，你知道吗？一倍又能怎样？这样只顾着眼前利益的行为，只会砸了郎里春的招牌。月轩，做生意不能只讲究招牌，更重要的是利益。你知不知道？ 郎里春每月开销最大的就是你们研发部，如果说你真的为店里好的话，那赶紧把产品研发出来吧。你这是歪理谬论。大少爷，玉轩少爷，老爷叫你们过去一趟。月明，更换包装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拿出来跟大家商议？我是想等到做出成绩之后，再向爹汇报。胡闹！通过更换包装，你也看到了。 我们节省的成本比以往要有一倍多，那也不能拿郎里春的招牌来开玩笑。你初来乍到，有任何决策，都应该跟月轩商量着来，听听他的意见再行事，总好过你现在自作主张，坏了做生意的规矩。月轩，你来处理此事，把这批产品全部撤回。 已经卖出去的，无论是否使用过，都用合格的产品替换回来，不惜成本，也要保住顾客对郎里春的信任。以后生意上的事，你就多指点月明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办。 来了来，人人都有份啊！谢谢龙小姐，龙小姐，你看好看，好美，龙小姐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这么好看的礼物，一点心意罢了。你们要是喜欢，我以后还给你们带。真的吗？谢谢龙小姐，龙小姐人真好，是我见过最好的主子，就是。那你的，你们喜欢我吗？喜欢，那就好。我想让郎家所有的人都喜欢我。龙小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英哥夸人的手法那可是一流的。真好看。 什么事啊？太太，我要去给他们随便送了点小礼物。你们都下去干活吧。是，谢谢龙小姐。我说呢，这府里为什么这么热闹？原来是墨画来了。哎，我一见到你呀就高兴。那我以后可常来了。你不是爱吃我们府里的狮子头吗？ 你以后就天天来这吃饭。太太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能总吃现成的吧？今天我下厨，让您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啊，但是这下厨房实在是委屈你了。哎呀，不委屈，只要您觉得好吃，我就开心了。嗯，那行。妙兰啊，墨画对我们厨房不熟悉，你带她去，顺便给她打个下手。好。 妙兰姐姐，你在家经常下厨吗？有时候。那家里人都喜欢吃什么，你肯定知道啊。那是自然的。那月轩喜欢吃什么呀？月轩啊，说来也奇怪，原先月轩也没什么特别爱吃的，但是自从海棠进了家以后，海棠喜欢吃什么，月轩就跟着吃什么。现在呢？现在也一样啊。妙兰姐姐。 你记错了吧？月轩他可能吃辣了，海棠一点辣都吃不了。你为什么骗我？我没有，龙小姐。你是不是讨厌海棠？他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误会了，那就是喜欢月轩。没有没有，龙小姐，我龙小姐喜欢月轩的人挺多的。
这也挺正常的。不过妙兰姐姐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她嫂子，你要是喜欢她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像海棠一样先离开这个家。邵师傅呢回来之后就一直这个样子，一个人整整一个下午一句话也不说，其他女工都不敢靠近他。爹刚刚撤销了我哥负责狭路胭脂的包装出货权，还训斥了他一顿。月明他是真心为了郎雨春好，想好好表现给大家看看，却没想到闹成这个样子，他心里肯定特别难受。是，我去劝劝他。算了，他现在一定不想见我。海棠，你帮我去劝劝他行吗？嗯，谢了。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就说出来吧，别憋着。我没事。就算你把他们都磨光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你都知道了，看来整个工坊应该都传遍了吧。是是是，朗家大少爷为了开源节流，把所有的包装都换掉了，惹得朗家老爷大发雷霆。现在啊，朗家大少爷正躲在一个角落里面，谁都不肯见呢。你就尽情地取笑我吧。这些话就算我不说，你也会从别人的嘴里面听到。月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别人会说，原来郎里春对产品的要求那么严格，就连一个包装都要用上好的官窑，这不正说明咱们制作精良，童叟无欺吗？你被老爷骂了，觉得心里面委屈，可你要知道，你对郎里春、对郎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！你在工坊里面，遇事总虚心求教，为了调制配方。又没日没夜地住在工坊，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，又怎么会取笑你呢？老爷那样说也是一时心急，他不是在骂你，而是在教你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别动，海棠，你见过杨海豹吗？杨海豹，就是那些金发碧眼的杨姑娘拍的海豹。对啊，我在想啊，郎里春的产品既然要走向国际化，那我们何不找一个合适的女孩子，来给我们的产品拍摄呢？这样可以有新的宣传。这是一个好想法，玉明，这听上去又有趣又有创意。海棠。这是你给我的灵感。你既然想到点子了，就赶紧实施吧，免得被别人抢了先机。嗯。对了，那代言人有人选了吗？这还用找吗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啊。啊。我不行。哎呦，是你给的我灵感，你当然是不二人选了。你可不要拒绝我。可是。可是什么呀？那我再想想。好吧。少爷好，少爷好。海棠，我哥怎么样？看得出来，他这次受了很大打击。都怪我不好。我知道你是为了郎里春好，可是月明也是为了郎里春好。
你们两个应该多为对方考虑一下。说到底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月明呢，无非就是想做一点事情证明自己。哎，就在刚刚，他还想出一个新的点子来。什么？他想找一个代言人，拿着咱们的产品，学洋人那样拍一些洋海报。洋海报？你别说，这个主意还真的挺好的。海报的拍摄我可以找胖文，产品呢，我们现在自己本身就有，也没什么问题。至于这个代言人，不用说了，我哥找的肯定是你。是啊，化妆想主意我可以，但是抛头露面的事情我真的做不来。如果代言人是你的话，土是土了点儿，不过能凑合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就这么上不了台面吗？不是，上得了，这个土总比没有代言人强吧。不就拍个海报吗？我就不信我不行。太太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。墨画。快坐。让我来。来，尝尝我的汤。怎么样？墨画，你的手艺真不错。太太要是喜欢吃，我以后就经常给您做。可真是的，你这亲自下厨，但刚好家里人个个都不回来吃饭。那妙兰也是，白天还好好的呢，这会儿就身体不舒服。没事儿，这回吃不上，那我就多做几次，肯定能让大家都尝到我的手艺的。说出来啊，不怕你笑话，我这打心眼里就希望啊，你能够过来住进我们朗家，天天能一块吃饭就好了。太太，您的意思是？你觉得我们家月明怎么样？很好啊，一表人才的，全昆阳城不知道有多少女孩都在羡慕我，总能见到月明哥呢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希望你能够做我们朗家的儿媳妇。我也想。可是月明哥的心思在海棠身上，他的眼里是容不下别人的。海棠已经拿走了休书，以后跟我们朗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他俩原来毕竟是夫妻，我可没有能耐从中再插一脚，月明哥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我跟月轩更合适。月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还交了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不是个可以依靠的男人。月明就不同了，心思简单又善解人意。可我就是喜欢月轩，性格多好啊，多平易近人啊。傻孩子，女人选男人一定要小心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谢谢太太这么替墨画着想，墨画从小就没了娘亲，一直觉得太太您慈眉善目的，就和我亲娘一样。谢谢您太太。结婚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吧。好，快来吃饭吧。那你要经常来家里吃饭。来给您加这个。月明哥，你回来了。我说你怎么老是在我们家啊？你管我？不是，我是替你着想啊。你每次来都碰不到月轩，替你着急不是吗？我乐意。好好好，你乐意你乐意。哎，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好事儿？分享一下。哪有什么好事啊，只是接下来啊有的忙了。忙什么？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来宣传咱们的朗里春，就是学洋人一样来找个人代言，来拍海报。代言人？哥，月轩，正好碰上你了。拍洋海报的事情我已经告诉爹了，爹特别高兴，还夸你呢，夸你见多识广。你也知道了？对啊。那这么说，爹他同意了？当然同意了。爹说了，这件事呢他就不过问了，交给咱们俩全权负责，不错吧？啊，正好
国际胭脂展销会马上就要到了，哥，这件事咱俩还得抓点紧，这几天就得拍出来。行，那一会儿我们聊聊细节吧。好。那你们代言人找到了吗？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电影杂志，那个应该可以做参考。你等会儿，哥，我拿给你啊。哎，叶轩。月明哥，代言人的事儿，你看我怎么样？你？我怎么了？挺好的呀，而且免费的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墨华，这个代言人呢，你是挺合适的，不过我已经找好人选了，总不能言而无信，不是吗？你直接说海棠不就得了？我的小祖宗，你是不是我想要什么你都肯答应我？那当然了，你爹我说过最不掺假的话就是这句了。你深更半夜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好，我让你帮我找全昆阳，不，全省城最厉害、最优秀的设计师，最好是洋人设计师，一定要比那个顾海棠强100倍、1000倍。什么设计师不设计师的，那不就是个小裁缝吗？明天我就让人把昆阳最好的裁缝店给你包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太土了，必须是洋人设计师。洋人我也不认识。爹，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嘛，我这回无论如何都要当上郎里春的形象代言人。这么大志气，爹支持你。可是你告诉我，什么是形象代言人呢？哎呀，就是拍海报，然后给郎里春做宣传，然后哎呀，说那么多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我一定要吸引所有人的眼球，我要让大家都看看，什么叫做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我龙墨画绝对不比顾海棠差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嘛啊！好，交给你了啊。我走了，爹。哎，墨画。设计师，形象代言人。上来。小姐，你都练了一天了，要不下来歇会儿吧？不行，我一定要站到那上面。小姐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许说我不行，我一定要把恐高这个毛病给克服掉它。再来。好，不要碰我，我自己来。
做的做不好怎么拍啊？少爷家，哎，等，那个，我知道你有点紧张。这样，你放松点，你别把它当成一次拍海报，你就把它当成是平常出去玩，没事拍照玩的。我真的不会摆，我老是站不稳。我知道，我刚才在那儿也看出来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摆那么复杂的动作，简单点就好，好吗？ 你来做什么呀？我是来当郎里春代言人的。代言人？你可别闹了！我没跟你闹。各位，我是龙墨画，今天来到这儿呢，是来当郎里春的代言人。这郎里春的代言人非我莫属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来吧。 商会会长一职已经空缺多日，群龙无首，很多事务无法拍板定夺。 我桂某人年事已高，无法世世代劳，故此还要烦请各位认真商议，早日推出合适人选，拜托了。是啊，有道理。行了，就都别在下边瞎撺掇了。要依我看。 谁要是能拿到那个什么什么奖，国际胭脂展销会，国际胭脂展销会奖，那谁的成绩好，谁就当会长，不就完了吗？还真是啊，老兄啊，董大帅，老兄啊，我女儿给你们家拍了照片，我看了，哎呀，漂亮！没跟你丢人吧？咱们两家也算是合作了一把。那是那是。二位聊些什么呀？啊，你们聊，我家里有事，先走一步啊。老兄，这次的国际胭脂展销会。 郎里春会拿出什么绝活？这是商业机密。哦。
明白明白，这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啊！我还真是期待呢，保证让施老板耳目一新。不过我劝你啊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免得到时候功亏一篑了。郎里春百年修行，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，又怎么可能因为一条小河沟翻船？走着瞧吧。胭脂展销会马上就要到了呀。是啊，这几天月轩少爷一直在研究那个红颜胭脂，也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听说诗航路也在研究呢，那咱们可得好好准备了。哎，月明少爷，月明少爷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就想问你们一下，知不知道海棠去哪儿了？海棠姐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嗯。哦。月明少爷，你找海棠什么事啊？都是女工，她能做的，我们也可以代劳。我正有此意呢。我呀，就是想选一张海报，作为这次国际胭脂展销会的主推海报。真好看，你们帮忙看看哪张好看。这张好看，你看，我觉得这个好啊。是啊，这个好看吧？这个好看。你们觉得这张好看吗？我看一下。对啊，看来大家眼光都是一致的，那就顺应民意选这张了。对了，月轩去哪儿了？月轩少爷还能在哪儿？在研究红颜胭脂呢。哦，那你们忙吧，我去找他。大家坐吧，坐坐坐坐，该忙什么忙什么吧。好好，走走。红颜胭脂，月轩哥，月轩，你打算把红颜胭脂什么时候投入生产呢？我想在这次国际胭脂展销会上将它重磅推出。我也想把红颜胭脂早点推出啊，可现在最重要的是，红颜是由锦社定香工艺精致而成，但这定香的用料上……但是什么呀？朗家的传统配方，再加上这些道繁琐的工序，都能称得上艺术品了，还会有什么问题吗？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我们现在用的麝香成本很高，而且这个麝香有可能会导致孕妇流产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。所以我想找另外一样东西去替代它。那就索性放弃，按照原来的配方。我们在这儿犹豫不决，只会错失良机啊。可是我不想做出有瑕疵的产品，你知道的，这次展销会上有很多竞争对手，万一谁发现了我们的产品有瑕疵，宣扬一番，那我们之前的心血就功亏一篑了。可我还是觉得红颜胭脂的工艺和呈现力度最适合这一次的展销会了。那技术上的事情我不太懂啊，如果说你不打算把红颜胭脂在这一次展销会上推出的话，你一定要找一个和它同等品质的产品来替代它。行，我试试。好，那你忙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好。老月轩说，红颜胭脂还有问题，暂时还不能上市，因为这个事还在工房和朗月明争执起来了。这个朗月轩还真是狂妄自大，他这样做是不是就是为了想在朗家出风头，好把朗月明给挤兑下去？也许吧，这件事我会尽力促成的。国际胭脂展销会，这样的好机会你可得抓紧了，机不可失，懂吧？明白了。爹，来昆阳找你这些日子，我仿佛像做了一场梦。我因而与朗家结缘，我苦苦追寻，却得到了你已去世的噩耗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如果老天有眼，请保佑我
一定要找到答案。这里没有朗家的牌位，他在祭拜什么人？郎老爷，海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来祭拜我爹的。您？我是来祭拜我朋友的。哎，老爷，您认识我爹吗？你爹是？我爹叫顾顺奇。我并不认识他。请安排好，海棠刚才的一番话，向来是有所怀疑。鸟过留影，人过留迹，岁月的痕迹想要一笔抹去，难。他即便是有所怀疑，若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过两天也就放下了。也是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若是有证据的话，估计他也等不到今天。是啊，不过存在过的人总会留下些什么。若是真的被发现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，欠下来的债总有一天要还的。海棠是个好姑娘，咱们要好好善待人家。哎，张师傅，心不在焉是大忌，走神做出来的胭脂是不会好的。哎，尚师傅，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。您在朗家待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胭脂的人？你为什么问他？你真的认识他？那他跟郎老爷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。哎，尚师傅。所以，老爷祭拜的真的是胭脂。那爹的牌位到底是谁立的呢？
哎，跳得真好。月明哥，你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？我是来看看你这位国际大明星是怎么养成的呀。取笑我呢吧你？不敢，我来呀是想和你说正事的。刚才看见你跳舞啊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还想邀请你带领我们工坊的女工在胭脂展销会上跳一曲呢，以你为领舞，这样岂不是很有特色？于轩，于轩，啊，想什么呢？火焰胭脂到现在都没能找到取代锦瑟定香的工艺，我怕赶不上展销会。既然赶不上，那就不要勉强了。可这是大家的希望啊！我知道，大家都指着红颜胭脂能让郎里春在展销会上一炮而红，接到更大的订单。如果没有了红颜胭脂，那我们也得找个新产品去代替啊。所以我在想，郎里春的压箱宝，鹅蛋粉。这个鹅蛋粉很久没有生产过了，市面上缺货，不知道能不能应急。鹅蛋粉虽然经典，但却没有新意。现在的小姐太太都十分挑剔，恐怕很难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。其实这个也不难，咱们可以来一个新瓶装旧酒。说说你的想法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鹅蛋粉做一个限量版的包装，正好现在是樱花的季节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樱花图案的系列，有少女心，而且还浪漫。还有啊，最近郎里春找了墨画当代言人，我们可以利用他拍洋海报这一招，巧妙地跟鹅蛋粉结合在一起宣传，再配上广告语，我觉得这应该能成为一个亮点。海棠的想法非常不错，这样吧，我们做两手准备。月轩少爷，月明少爷和墨画小姐来了，把所有女工都招过去了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走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听我说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古代的赵飞燕跳一出掌上飞燕舞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，月明哥？好。哥，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想跟你们说呢，这次国际胭脂展销会的宣传方案我已经想好了。首先呢，就在展会门口发放像这样极具特色的小传单，还有呢，就是让墨画带领女工们跳一曲飞燕舞，在柜台前造势，我觉得一定能吸引大家的眼球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哥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说，红叶胭脂估计来不及赶上展销会了，所以我和海棠还有尚师傅觉得，我们想用郎里春最传统的鹅蛋粉来代替它。鹅蛋粉？可是月明，时间太紧了，红叶胭脂真的不能贸然推出。对啊，月明，既然来不及，那我们就换个产品，再重新定制一个方案不就行了？既然大家一再坚持，那我就同意吧。哎，对了，月轩，爹那边你记得去汇报一声。好。不过哥，你的想法真的挺好的，我觉得也可以用在鹅蛋粉上。各位，展销会在即，咱们郎里春决定用传统的鹅蛋粉作为主推产品，这几日可能要辛苦大家加班加点了。鹅蛋粉制作不难，但要讲究精致细腻，是很考究工艺的，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来。是。那这样，我跟海棠负责鹅蛋粉的外包装还有质量把关，哥，你和墨画就继续你们的想法。嗯，好。